我们现在所有的赛事哈都已经进行到四分之一强哈，也就是前八强的比赛。获胜的队伍就会进到前四名哦。啊，获胜的队伍就会进到前四名哦。进到前四名的意思就是有奖牌的。所以目前正在进行的比赛，只要获胜的队伍，你就会即将获得有奖牌的资格哦。对，这场就是奖牌争夺战的哦。现在正在场上进行的所有新手比赛，都是新手双打跟公开双打的比赛的队伍啊，只要获胜了，就会进到前四名。Thank you.
可以放球啊。暂停就可以放球。Thank you.
Thank you.